竹里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，四面环山，竹林覆盖率高达 95%。全村共450户，1404人，其中畲族人口占80%。过去他们从福建等地迁徙而来，依竹而生。渐渐的，畲族文化与竹文化成了当地两张名片，见证着竹里村的发展变化。近几年，竹里村依托畲族文化和竹子发展乡村，从原本的名不见经传，到如今获评全国旅游重点村。那么这里是如何运用文化加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呢？今天我的美丽乡村带您走进竹里村，去感受那里的精彩蝶变之路。刚一走进村子，我就被眼前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吸引住了。这是我们三月份活动的婚假，我们今天也刚好缺一个新郎，我看你长得很帅，谢谢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参加吗？我这么荣幸吗？我可以参加。可以。好的好的，那我需要做什么？你就穿上我们畲族这个新郎服装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可以吗？行，那我就这么荣幸，我就做一回咱们畲族的女婿。好好好好。雷胜利是竹里村畲族人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婚嫁传承人。他告诉我，每年农历3月3，当地都会通过表演畲族婚嫁习俗来庆祝畲族的3月3文化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会邀请一些游客体验新郎新娘的角色。换好新郎服饰后，雷胜利先向我介绍了一些迎亲队伍中特别的人。这个是我们的媒人。哦，这位是媒人，来，对，握握媒人的手，沾沾喜气。我们畲族队伍呢，就是媒人要从我们队伍一起要一起过去女方迎亲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还有这边我们的八抬大轿，非常的隆重，对不对？隆重。哎，我们还有非常漂亮的畲族姑娘，她总抬不动轿子吧？她这个是我们去迎亲的伴娘。哦，伴娘。是。这是我们呢，就是畲族呢，就是有一个习俗呢，就是要男方一定要两个女孩，一定要两个女的，一直是这个传统保留，对，保留了，去那边就是迎亲，新娘不孤单，对不对？对，把她新娘子把她接过来嘛，这个意思。雷胜利告诉我，婚嫁队伍里有60%都是本村畲族人，过去，他们一直默默坚守畲族婚嫁习俗。2018年，雷胜利在村委会的支持下，成立畲族婚嫁表演团。将畲族婚嫁传统仪式演变成一种表演形式，既有力发扬畲族文化，又可以为村民增加收入。调整好站位后，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终于出发了。我见到新娘后，她的一个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。这叫溜快啊。溜快的意思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前三后五。前三呢，就是我带着嫁妆出嫁去了。后五，就是后面还有，三四个姐妹，还有母亲。就要全靠这些兄弟姐妹的照顾了。请他们呢保重身体，这样。就这个意义。你可以抱着她上轿。没想到我这么有福气，能娶到这么漂亮的新娘。那。是这样吗？对。那我抱新娘上轿喽。雷胜利说，按照畲族婚嫁习俗，新娘与家中姐妹们轮番递碗筷吃过饭后，意味着她可以被新郎接走了。从此，孝敬父母的责任，请兄嫂姐妹多多担待。现如今，这些曾经在他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习俗，演变成游客们最喜欢观赏的一部分。我将新娘抱进花轿，启程后没多久才意识到，对于畲族新郎要想娶妻过门，考验是从出了娘家门开始的。路上遇到热情的村民拦亲，让我险些招架不住。我必须得选样，我才能把我新娘接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吧。那这样行不行，姐姐们？你们教我唱歌，
然后我来唱这个山歌，但是我唱普通话版的行不行啊？你们教我，你们教我调子，我现编一首歌曲。如果他们同意，我就能把我的新娘接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姐姐，谢谢。调子是怎么样的？你们唱一下，我来学一下。啊，啦啦噜啦噜，地永蓝大路的啊，一来就东海路嘞，哎哈哈嘛你刚奔呀。好嘞，这么一段旋律，就这么一段旋律，大哥，我现编一首。如果大哥你觉得我现编这首歌曲您满意，就让我娶回新娘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今天我要娶新娘喽，希望大家放火过去了。如果大哥让我娶到新娘，祝你身体一直健康。谢谢。好吗？好吗？可以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走，亲朋友们，我们继续起轿，走。也许是为大家的热情所感染，即兴发挥的表演让我顺利过关。迎娶新娘回到男方家后，雷胜利坚持让我体验完后面的婚嫁表演环节。他告诉我，游客们对婚嫁表演好评如潮，是对表演团精益求精付出的最大肯定。今天这个婚嫁啊，你看的是唱歌啊，不是以歌全程，但是我们以前已经有了啊，在这个文化当中，我们就是以前就是每个人到山上老住，到每一个处，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以歌全程。这对于我这个畲族的人来说呢，这个已经是融入我们的骨子里了。啊，我做一个全程人，应该要把它传承下去，把它保护起来。把它弘扬出去。这个是我的责任。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婚嫁习俗还有畲族文化吸引了好多游客，所以说我呢更有信心想把这个传承下去，我感觉到很自豪。雷胜利告诉我，每年农历3月3，竹里村都会有超过10万的游客量来此观看节目，不但拉动当地旅游经济增长，也带火了畲族文化产品。婚嫁表演团里，伴娘表演者蓝根红同时是当地畲绣非遗传承人。再次找到他时，我被眼前琳琅满目的畲绣产品吸引。好像基本都是花啊，你看这个是雏菊，雏菊啊，这个是腊梅，那个荷花，我们为什么摆在桌面上的都是花呢？畲绣有什么讲究吗？用花？畲绣的主要特点就是以那个花草虫鱼为主吧。它的个性比较鲜明，颜色比较明亮就是用什么粉色、绿色、黄色，对不对？特别鲜亮啊。对。那这是一个。半成品吧，这还是对半成品哦。这么漂亮的畲绣，对，那我可以来体验一下，可以啊，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好，行。如果是要绣这个花蕊的话，还得在正面找的这个花蕊的位置，是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呀，这个确实看到我们红姐在做这个事儿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找的这个位置，而且花蕊每一颗都要秘密来排在一起，并不容易啊。要整齐。然后再打个结，对不对？绕两圈，然后再往下扎。这个收紧，然后再往下拉，再往下拽。对，都说这个慢工出细活儿。好，非常棒，可以。我编的第一个小花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
确实，作为一个男生来做这个事儿，确实有点为难。但是我觉得，只有这样认真的去做这个编织这个奢绣啊，才能有好的作品。比如说，对，不光是这个花蕊，看到我们这个上面有紫色，粉色，它这个每个间距啊都是有非常规律的排列的，是吧？过渡。那么我要做好这么一个奢绣。我不光要很细心，很有耐心，是的，我还得有一定的艺术审美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大男生，虽然笨手笨脚，但是通过做奢绣也能领略奢绣的精致与风雅。蓝根红告诉我，以他现在的奢绣技艺，绣一条手帕平均需要一天时间，花样针法越来越丰富，让很多人爱不释手。我看到在这一整桌的奢绣里边，这个虎头奢绣它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别的奢绣都很新，这个一看就是比较有年代感，是的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？你把它带来，是是是，这个呢是真的是源于妈妈的爱。是您妈妈的。对，从小就妈妈做奢服啊，做这个斧头帽啊给我戴哈，就是所以说这个斧头帽我就一直待在身边。特别珍贵。所以说，看着这么漂亮的那种这种记忆流失掉哈，其实我心里是很遗憾的。我也想把这种奢绣啊，把它传承下来，传承下去。也就是说您坚持做这个事儿，不只是一份对奢绣的责任，对，还有对妈妈的爱，有感情在里面。是的，是的，确实是非常的精美。那我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奢绣展和奢绣的体验啊，也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过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也是基于那个现在政策这么好哈，免费提供了这些场所给我们，所以说我们让客人顾客体验到我们产品的同时呢哈，客人也可以把这个产品可以带回家这样子。那这样带来的这个变化大吗？前后啊，变化挺大的。就在刚刚，你看我所做的箱包都售空了，是吗？是的，本来有更多，对不对？对。蓝根红告诉我，过去竹里村村民做奢绣多是用来自己穿衣戴饰，很少出售。2021年，蓝根红提出希望借助当地畲族文化带动奢绣产业的想法，得到村委会的支持。现如今，蓝根红会定期为畲娘做技艺培训，每逢节假日前来体验馆制作奢绣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产品经常被一扫而空。接下来村委会还准备成立电商平台，扩大奢绣产品的销售渠道。小朋友，是不是挑中这件衣服了？对的。觉得怎么样啊？这衣服？它特别的漂亮，这里还有闪闪的，这里有个小铃铛，它还会响。你听。一看你就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想赶紧把它抱回家，是吗？是的。蓝根红说，现在竹里村的奢绣产业正逐渐走向规模化、市场化。除此之外，竹艺是竹里村另一个迅猛发展的产业。我慕名来到竹艺馆，赶上竹艺老师陈丽玲正与游客一同制作竹艺。可是看到桌子上上百种刀具，让我一时不知该先从哪里做起。我特别好奇，我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一桌子这个竹雕用的这个刀啊，这有大大小小，比如说这把，这把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个大概有这个，我跟我大拇指差不多长，三四公分啊，三四公分。那最小的应该是这把是吗？对，这把很小了，对不对？对比特别明显。对，它俩都有各自的作用。对，这个是什么用的？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劈直线。直线就好像我们走这个边啊，边圈啊，这走这种直线一般都用平刀的。像这种呢，就是我们刻人物的眼睛，画龙点睛就用它。对，这个针是，缝纫机上那种针磨起来。不要看这把刀好像小，很好操作，但是我觉得，于方寸之间把这个雕好，可能难度比这个还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您说一个作品里面，我们都说美术是画一个人的眼睛最难画，那竹雕是不是也一样？也一样，眼睛雕不好，基本上就没用，这个作品就废了。对，这么多的刀，您平时基本都用得到，或者都很高频率的用吗？对。
陈丽玲告诉我，即便只是在一个两指宽的竹签上刻字，也需要细致到顺着竹子的纹路刻出笔锋，这一套程序需要至少十几把刀，三个月的时间。正因为做一件竹艺品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所以价格普遍比较高。这个作品叫什么呀？它叫渔翁。啊，渔翁。它这种是属于圆雕，它这个是属于细节会少一点，它是大块面。大块面。那我觉得这个作品也很漂亮啊。对，它这个就是竹子根部。最下面的那一部分啊，根部，对，最下面，对对，这里呢？哦，这样是根部，哦、对。哦，那您说这个是根须，对，这个是纯天然的，对对对。这个地方正面的才是这个我们手雕的，这个纯天然的。对。哦，渔翁这个是不是它的蓑衣的意思啊？对 对, 对。就、哦、这个好神奇啊！把它，如果说您不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把它给倒过来，它是一个根须的这个造型。对。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？你们在雕每个作品的时候？很大的原因，它雕成什么作品，你要考虑到这个作品本身原有的天然造型。它这个有点形状，我们会自己去想，它就是每个形状都会雕的东西都不一样。笔筒它不一样一点，笔筒它是圆的，基本就是圆的多啊。根雕它就是很多都是以它形状去取材。这算因材施教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陈丽玲说。有的人喜欢竹艺外观笔挺，体内空心，以虚怀若谷的姿态面世；有的人着迷于竹艺人因材施教、精雕细琢的智慧，他们甚至不远万里，只为求得一件心爱之物。然而，陈丽玲回想刚入行时，竹艺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关注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竹雕的？99年还是2000年？哦，大概是那二十年时间，对，二十多年了已经。您当时怎么会想到就接触这个竹雕的艺术的？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看电视看到石雕了，之后后来就喜欢上了雕刻。后来就刚好我们这边我们这一个卢老师，他是刚好做竹雕的。刚开始是我一个同学先去的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。后来我也跟着他去，他后来就开始一直学竹雕。陈丽玲告诉我，他的师父是竹里村畲族人，曾经外出学习石艺，回来后意识到即便学得手艺，家里却出不起钱买适合雕刻的石头。望着家乡满山的竹子，他迅速转换思路，认为既然畲族世代依竹而生，无论吃穿住行、婚丧嫁娶，样样离不开竹子，对竹子了如指掌，何不就地取材，灵活运用所学到的雕刻技术，用竹艺带领村民致富。就这样，陈丽玲跟随师父开启研学竹艺之路。我觉得要想把竹雕这个技艺练好呢，它除了本身的努力以外，还有本身还有这个跟竹子结缘。那么我们这个畲族呢，在我知道它是依山而居呢，在过去我们这个畲族的很多生活用品都跟竹子密不可分。那么您可以告诉我，是都有哪些用品在以前是用竹子做的呢？以前我们的生活用品包括农具啊，竹吃饭的筷子啊，还有我们的篮子啊，很多东西都是竹制品的。现在我们经过我们雕刻，把它改成那种旅游产品，对带来一定的经济。现在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做成笔筒啊，一根竹子，就可以提升它很高的那个价值。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竹的底部那个根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雕刻。陈丽玲回忆这一路来。如何利用家乡得天独厚竹子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感慨良多。现如今陈丽玲有8个徒弟，每到节假日来这里观摩体验竹艺的游客络绎不绝，平均每年竹艺品销售额达60万元。同时陈丽玲和师傅在村委会鼓励下建立百竹园，引进上百种竹子吸引游客参观赏玩，不仅丰富当地旅游业态，也带动很多村民返乡就业。蓝永冠就是其中一位返乡就业大学生。这里就是我们的百竹园，我们引进了上百种的竹子，
比如说这个金镶玉竹，还有那边的四季竹，这些竹子我们都不是对外销售的，主要是拿来吸引游客的。我觉得你每天在这么舒服的环境下工作，是不是特别享受啊？啊，那是肯定的啊。因为自己的专业又是学农业的，然后工作又在这附近，家里也是在这附近，所以生活非常的幸福，真幸福。南永冠告诉我，现如今竹里村因为丰富的旅游项目，促使很多农家乐顺势而起。我离开百竹园后，受邀来到雷胜利家一同制作乌饭。打好的乌饭叶呢，现在已经拿到后厨来煮了。大哥，我问一下，这乌饭叶它在好不好找啊？乌饭叶到山上是可以找的，多可以好找，难找吗？多。雷胜利告诉我，乌饭是畲族庆祝三月三节时必吃的一道特色美食。乌饭叶被采摘下来后，会被捶打成末，煎炸出汁，浸泡大米。人们吃这种乌饭叶，可以减少体内湿气，抵消当地湿润气候带来的不适感，让人不禁赞叹畲族美食与自然界相得益彰的绝妙之处。大哥刚才告诉我说，这个木桶当中啊，它是有一条条缝的，这个底下的蒸汽是通过这个缝上来，把上面的米给蒸熟。所以呢，这个泡乌饭的这个乌饭汁，一定要把水沥干净，不然在蒸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汁在底下把一条条缝都漫过这个水位之后呢，这个缝被堵掉，它的蒸汽上来就不容易熟。所以我现在可得把这个汁儿给它沥干净了。经过三个小时不间断的加火蒸煮，我第一次亲手制作的乌饭终于出锅了。哇，我们的乌饭宴已经做好了。那么刚才我今天有幸跟几位游客一起来品茶这个乌饭啊。那么刚才在制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原来白色的米饭在经过三个小时的制作以后，已经完全变成了乌饭叶的颜色啊。我忍不住要尝一尝。好，尝一下。嗯，你大家都尝尝。觉得怎么样啊？这米饭？嗯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是又常常来，你们是应该也是不是第一次吃吧？我是第一次吃。是不是跟别的游客一样会觉得，哎呦，这肯定是黑米饭吧？就亲身经历过才知道，哟，原来完全不一样。是不是刚尝过，应该口感应该也有一点感受到，就是就有那种中草药的味道。然后呢，颜色就不是说像那黑米是纯有点中黑中带红的感觉。平常我就是会忍不住，我是不是也算是我们不是说这里的当地，也是我们这个乡这个县市区的游客了，我会时不时忍不住，就是哎呀想念这道饭，就想来这吃，太好吃了。哎，今天我难得碰到主持人，难得有机会碰到，要不我们干一杯，欢迎你们来我们。谢谢。2018年，雷胜利结合当地旅游经济开办农家乐。他告诉我，即便不是为了庆祝三月三节，平时也会有很多回头客来这品尝乌饭。到了夜晚，村民邀请我参加篝火晚会，大家围着团团烈火唱歌跳舞。在这一瞬间，我们仿佛短暂地忘却了都市里一切烦恼，只想尽情享受这璀璨星空下的浪漫瞬间。我想这也是游客们流连于此爱上竹里的其中一个理由吧。竹里畲族的文化丰富多彩，处处体现着他们的风情与智慧。而畲族千百年来与竹子的不解之缘，在竹里村体现的是淋漓尽致。竹里人家在畲族文化和竹艺产业的推动下，过上了令人向往的幸福生活。